以后要是想吃京酱肉丝，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，做法简单，酱香浓郁，干净又美味。市场老板娘送的肉丝加盐、胡椒粉、葱姜水，一个我的蛋清，一勺淀粉，抓匀腌制10分钟，油热下肉丝。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，您就留个关注吧，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。另起锅，加一大勺甜面酱，适量白糖、老抽，炒出酱香味，然后下滑好的肉丝翻炒均匀，撒上黑黑的白芝麻就可以出锅了。真的太香太好吃了，学会了全家都夸你是大厨。